下着冰川走到台上，中国队大张哥，我来到一名昭苏必打卡的一家串店 ，Let's go。一盆大盘。对吧？再吃一半，还有黄面。黄面听到了，凉拌黄面。啊，看着有点辣辣的，其实并没有那么辣。别问我为什么，因为我之前吃过一次。看着很有食欲哦。它里面是有这个花生碎，还有黄花丝。尝一口。串儿来啦，当当当当，馕串儿吃起来，先搞一个这个自我吃法，好，我撕下来一个，串儿羊肉串儿，没有小料，没关系，正常。一口，最后一口面，再搞最后一串，最后一串给大家表演一个口龙吃肉，先撕咬，然后。整个冷冰，成功。哎，哦，